行机械年产1到2万吨牛粪有机肥的全套生产线设备都有哪些？跟着我的镜头来了解一下。这是牛粪发酵车间用的物料液压翻堆机，它可以将发酵槽中的牛粪进行充分的搅拌和翻堆，让牛粪更快速、高效地进行发酵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牛粪的一个发酵车间，刚刚的槽式液压翻堆机就会在这个车间来使用。下面我们进入另一个工段，粉状有机肥的生产线，看看这里都需要哪些机械。这个是铲车的上料料仓，这个是生物质粉碎机，无筛底设计。这个是筛分机，对物料进行筛分，达到出厂前的工艺要求。这个是粉状肥料专用的自动称重包装机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人工半自动的包装。这个是粉状有机肥包装机的工作场景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设定装袋的重量，比如说25千克、40千克等等。这就是粉状有机肥的全套生产流程和工艺，如果您有兴趣了解，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。最后记得点赞加关注我哦。